在秋天结满果实，在微冷空气中有隐隐熟悉的味道。风吹过的时候带来笑声，回到此处又再想起遥远的记忆。其实你一直停留在这里，在我心里，在我心里最深的角落里。大都市都给你过，别写你的轮廓，把你留在我的日子里，陪我走过四季。你在哪里？我心里角落里都是你，找不到你。深呼吸啊，把寂寞抱紧啊，哎，我好失落，原来真的好空虚啊。给自由飞不出去，给你去飞不出去，才想此刻你在哪里。大脑只是通边缘，别写你的轮廓，把你留在我的日子里，陪我走过四季。你在哪里？我心里角落里都是你，找不到你。哇，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海泉哥，送给米卡。海泉老师他每次都会让我们就很意想不到，而且他会把氛围感创造得非常的足。就刚才我就感觉自己在看一个很新型的一个 fashion show 的感觉，很让人抽离，可以带到他们的世界去，就非常享受。对对对，很洋气，特别时尚，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种子》啊，谁能想到啊，这首歌居然来自20年前。哇，对，这是一首翻唱作品，不过翻唱20年前的我。刚看到的你们两个好像是舞蹈，对，舞蹈。你有教海泉哥还是海泉哥教你？不不不，他今天他教我，就是跳舞。今天我们一起出一个 dance club， 然后那个时候他 freestyle。然后他其实非常好，比我好更多。No no no， 怎么他有 freestyle？ 真的吗？没有啦，他可以 freestyle， 对对对。好想看 freestyle， 想看，想看，想看。小时候这个在百老汇里面那个，
这些东西吧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你看看，想看 freestyle， 这不就来了 ？freestyle， 哦，好来了，来，他解开扣子了，他解扣子了。哦哟，太恐怖了，哇！绝了！哇，真深藏不露哎。彦斌，彦斌来。斌哥，斌哥。彦斌。斌哥，斌哥，斌哥，斌。他去我就去。我觉得男团不能少了赵磊啊！来来来。哇，好想看他们 battle！ 我的天哪 ，battle！ 天赐声音最强男团 ，show time！赵磊，帅帅帅！哇哦，彦斌老师 show time freestyle， 哇这个，哇哦！周深 show time， 想要元气满满，请用东阳光仙虫糖。你打了一张安全牌，可不行啊！好，谢谢各位，来落座，落座，落座。哇，可以啊！哦，好厉害啊！哥哥们，你们都能出道呀！就颠覆我对于哥哥之前的想法吧。我原来只是想说，哎呀，哥哥应该还好吧，就是来个搞笑或什么之类的。结果没想到，哇，好认真，认真的在跳。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今天的表演，然后也是刷新了我对于哥哥的看法，所以我现在还在惊讶当中，惊讶当中。我觉得其实像米卡这样的男团跳舞。唱歌会觉得很有活力，但是看海泉老师唱跳更有活力，这种活力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然后我发现海泉老师的两个招牌动作依旧在这段舞蹈里。米卡在跳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人家是这样的，海泉老师是这样，有有有有有。然后这个的时候，海泉老师是像达到那个一指禅颤动的特别厉害的效果。这个音乐人是的手指是非常宝贵的，海泉老师的手指是他的灵魂。我觉得好的音乐它是不分时期的，它在任何一个时期调用出来的时候，它依然有那个魅力。然后我今天在这首歌里面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帅气的米卡，嗯，然后米卡在这首歌里，我觉得从演唱到表情到 pose 到舞蹈所有的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国际男团的水准啊，在这种整首歌里非常非常的优秀。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应该有的能力，让我们看到经典依旧经典，新锐极其新锐。啊，我很喜欢这首音乐，因为这种律动在20年前的华语歌坛上是几乎听不到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又加了很多现在新的音色、新的电鼓进来，就重塑了一首作品，非常喜欢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今天的这首《种子》，我听起来非常舒服，不是那种很吵很燥的那种东西。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，在今天它也是一种反潮流，所以我还是很喜欢你们的改编。谢谢。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海泉老师，也要恭喜我们的米卡在天赐舞台上拥有这么棒的一个合作舞台。